开始就由庄敬高师为我们带来《魔幻旅程之梦境冒险王》，欢迎庄敬高师。我听见了，我看见了，有人在呼唤着我，有人在呼唤你，有人在呼唤着你。这不是人类的香味吗？是谁？谁？就是你。菲菲阿姨，哎，菲菲阿姨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什么菲菲阿姨？我哪里肥了？我可是。我就是温柔的灵感。